游戏 ID 一样吗？不一样吧？有，好，我看一下，你登录了这个。九 Q 找到 Apex， 真假？我 Apex 很久没开，这一季都还没打过哎。你有没有兴趣？没兴趣我们就不要报了。喂，谁找我啊？换友贴给你一个这个比赛，要不要？很久没有一起打比赛。但是如果是打比赛的话，你要知道我们三个人通常一起组队都不会落赛哦，都很像小龟的名字。放肆玩，不会哦。不要呀，我们放心玩哦。如果你正逐梦成为职业选手，哎呀，5月21号到5月28报预赛、复赛、准决赛，靠腰啊！他什么排位都可以报呢？他看你的那个分数呢？不缺白银，扎着要杀满分呢，老哥。什么意思？我看一下。杀满分呢？这个报名的时候有看你的分数呢？是看现在还是看以前到现在？报名方式。哎呀。是本赛季吗？他没有写、啊，但是本应该是这个赛季吧？这赛季还没打哎、欸。哦，你要入选的话，你分数还要过高才能进这个比赛哦。对啊。那你现在几分？你们两个在打吗？我现在赚仔啊。这季还没打。我那盘赚12还赚11，赚12还赚11，这季还没打。马上打。白金抢战了，对啊，你们至少先爬到白金吧。可以报啊，可是你们可能你们要先爬到白金吧，啊、这样我们就三排啦。怪奇已经开始团练，那叫五怪奇快点上分啦。真实姓名 ID， 说出账。真实姓名也要啊，好麻烦。陈国涛在不在？那叫陈国涛开个号带你上分啦。什么东西、啊？你说还要什么？名字、电话是不是？还有什么？要陈国刀先带胡冠贤上白金啊，上钻石白金啊，你们俩先上白金啊。靠，我们直接打这个白金钻石场就好了，打那个前十都浪费时间哦。我精一啊，我差一点就上去了啊，我应该很快，我先报名一下看一下。很快很快，十把而已，今天晚上打上去。只选这个哎、欸，不好意思嘛，啊，不管了，先这样。就是逼你选。不管了。啊，听菜啊。好了。我想给我什么？游戏 ID。游戏 ID。游戏平台。是 Team 吗？对啊。我是你说 ID 你后面多少？九 QOQ 后面多少？九 QOQ 后面是818。哦，对，818。哎呦，好厉害啊、哦、！CS， 你 EID 跟游戏 ID 一样吗？不一样吧？游戏 ID 也是一样的吧。游戏 ID 没有啊？你游戏 ID 是你那个呢？是你平常在玩的时候的 ID 呢？看一下，你登录了这个网站可以看到，对不对？不行，登录网站是你的那个那 EA 账号，然后游戏 ID 是你自己改一些小名什么的，不是可以讲。还没处理完呢、哦。ごめんなさい。看呀，哪一台快摇出来啊？不跟我说是哪一台？你说泳池台这个、啊、没啦，靠到只剩椅子啊！安安，你狂晃，靠腰不粘过了，没摆别子。椅子。靠呀，只有一张椅子呀。可是他说他，可是不能倒播他的台吧？他不是说禁止这个转发实况还怎么样？就是不能变成 VOD 啊。好，现在是椅子，应该没差了。靠，哪有奶子啊？骗人。Tips， 不吧。到手的，前置哦，要炸鱼啊！应该没有炸鱼吧？
这个人蛮强的呢。还是屯起去，你个吃药而已啊，老哥。5月25号晚上泳池台特别活动，同学们千万不能再错过哦。屁啦，他说任何人禁止呢，严禁私自呢。这个本台不留 VOD， 因为部分为付费内容呢，老哥。付费内容。哦，游戏 I。啊！天爱的。金城武怎么不补枪啊？金城武。好像要赢了、欸。嗯。哎、欸，我在输入资料的时候，我吃鸡了，好爽。有队友解析啊？对啊。就差你的 EAID 跟你的排位证明啊。啊，我直接用那个账号了。要截第几期的给你？16好不好？截那个啊，你截最高的啊，找13、14、15、16，找一个有没有个大师？ 13、14、15，嘿嘿，钻石一，嘿嘿，好、啊，那就截钻石一啊。哎、欸，啊，钻石一的分数，钻石一的那个啊，钻石一的那个，钻石一的那个分数有差、啊。钻石二啊，钻石二，贴给你。这张图真的有办法归到前十名吗？图那么小。ID